大家看，我这颗风雨兰现在已经爆满了花，这么放眼一看，起码也有50朵花。本身风雨兰它就是开花量比较大的，只要肥跟得上，而且呢要施对肥。那么像我这颗风雨兰的话，我给它施肥用的就是这种增根壮化型营养液，因为风雨兰它是一种球根植物，所以说呢要强壮它的根系，又能满足它开花所需要的磷元素。那么我们只需要每次浇水给它按照1:1000的比例兑水给它来一勺，然后直接给它浇灌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我们除了给它施对肥之外呢，平时也要多给它晒太阳。风雨兰它是比较喜阳的一种花卉，所以一定要给它放到太阳下暴晒，给它多晒才能开花多。而且呢要同时适当给它控水，土壤干透一点，这个叶片下垂发软了再给它浇水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